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有方向、有目标啊，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，目标是清净弥陀。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学。在十报土居住时间长短，不是一定。有人用功勇猛精进，他很快就契入常寂光了，他就毕业了，究竟圆满了。啊，不能像这些人勇猛精进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的。啊，进步，缓缓的进步，最长的时间，佛陀说了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在十报土啊，最长的时间，就是说，你进去的时候是初住菩萨，啊，毕业了是妙觉佛果，妙觉佛果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最长的时间，三大阿僧祇劫。啊，最短的时间，那就像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人家就到常寂光去了。